OK，好哦，我知道这个纸你们还没有，诶，我刚忘记有个东西，我没有放上去哦，所以你们没有得做哦，我会忘记有这个东西，不要紧啊，你现在给我讲一下啦，OK，来，Kerja 啊，Work 啊，是哪一个？你记得吗？看你的课本啊，啊，一鸣看课本啊，Work Kerja 这是第七课来的，哪一个？因为今天我们用课本了，我看一下，所以。Kerja se hasil darab daya dan sasaran. Li liang 啊，成距离，力量成距离就是 kerja，然后再来 tenaga energy。其实 A B 单位全部是一样的，对吗？这个懂吗？申汉娜，Alicia，贾恩，tenaga 是，对，贾恩，哪一个是的哪个？贾恩，等一下，你们会的这个，OK，对，贾恩有吗？OK，对，第三个啊，kebolehan melakukan kerja 啊，做工的能力，或者是 keupayaan melakukan kerja，那个课本是用。可五百呀，阿姆拉古干科加哦，刮痧就是有用到时间的哈，卡达，刮痧是卡达姆拉古干科加，达拉姆萨杜尤尼玛萨，或者是后面不用也是可以，卡达姆拉古干科加也是可以啊，因为卡达就是跟时间有关了。OK，接下来这个有没有科加啊？重点是有没有科加啊？A，他背着书包往前走，有没有科加？勾叉就可以了，记得要一样的方向往前走啊！有没有课件？可以猜一下的这个书包的重量是怎样的啊？打横还是打直？No，没有课件。对了，因为书包的重量是这样的哦，他举起书包了，算是啊背着嘛哦啊，书包的重量是。抵抗地心引力，地心引力往下拉，你要把它往上举起来呀、啊，所以方向不一样，没有可加。OK，再很好，再来 B，往前推，推一段距离，这个还在推啊，有没有可加？深汉可以 try 啊。对了，有可加哦。OK，有可加啊，说好往前推。就是它的力量是往前的，距离也是往前算的。有 C，它这样拉起来，它拉起来这样啊，然后这个的距离是打直算4米，有没有可见？这个也是有啊，OK，这个也是有可见啊。这个机器比较特别，它有的算打直的力量的，虽然它在拉啦。啊，不过还是再把它往上举起来呀、啊。OK，再来，Donkey 有没有可加？举起来，圣汉懂啊？这个举起来，Donkey 有没有可加？Alicia 懂啊？举起东西有没有 kerja？举起那个东西啊，所以他举起，比如说他举到腰就有一个高度了咯，1米高啊，还是怎样？然后他举起来，所以有没有 kerja？OK，还有吗？有谁要猜吗？可以猜的。OK 啊，所以他把东西拿起来，然后他拿这样的距离。他拿到腰的话啦，比如说啊，它的高度是1米高，这样有这个有可加，OK？一没有
一是站住没有动，你已经拿了起来，站在那边没有动啊，你看它没有方向啊，OK，没有 kerja。好，然后 F 有没有 kerja 推墙壁？一名，他是这样的啊，他推墙壁，墙壁没有动，没有距离就没有 kerja 啊。我的答案在这边呢，看一下啊。B、C、D 有罢了，因为我要看一下那个 C 啊，对对对，啊，所以如果墙壁没有动，或者是他推的东西没有动，它的距离是零来的，哦，它没有距离呀、啊，所以没有 kerja OK，可以吗？这样理解啊，这几个状况啊，我会再给你的这个纸，所以今天我没有给你做很多了哈、啊，因为过后啊、你填你，我不用你又再填嘛，就是 OK。我继续一点点东西啊，我继续一点点东西啊。刚才我们讲到这一个啊，所以重力势能就是跟高度有关的势能啊，是用 mgh 的，这个粘在一起就是乘 m 乘 g 乘 h，它的质量几多 kg，乘10，再乘高度，高度几多米，这样咯。OK，说怎样算呢、啊？你看啊，说我把东西举起来啊。诶，m 乘 g 乘 h 就对了啦。这个这哇写这样多啊？OK，这个他问我们呢、啊？哦，还有个东西，说的那个可五百也按 gravity 也是的那个，的那个啊，就是可加来的，的那个也是用 joule 的哈，所以你算出来答案也是 joule 来的，知道吗？OK，现在他讲这个 lift 啊、KLCC 的一个 lift。他举起一，就是一，讲一个 lift 的人啊，那个 lift 里面的人总共1500 kg，然后他往上走了30米。现在他问这个 lift 做了多少的 kerja 呢？你记得 kerja 的 formula 吗？所以他往上举1500米，哎，1500 kg，然后往上的距离是30米，可以乘没有？同样方向哦，可以乘啊，但是 kg 要怎样？不能用，对不对？要用 newton。刚才我们不是讲了哦，升降50 kg 就是500 newton，对吗？加多一个零给它，再乘30米。OK，所、so、以 W 等于 Fs 啊，这个是 Fs 啊，是不是？哎呀呀呀，啊，就这样罢了。OK，乘了出来。就答案了咯，你要写多少 joule 咯？哦，这边还有写了啦。所以其实哦，这个 kerja 跟 tenaga 是一样的哈，kerja 是1500 × 10 × 30咯，那个单位可以不用写，先最后才写。OK，450千 joule。然后 tenaga 可五百也按 gravity 怎样啊？它在30米的时候，这个 lift 已经没有动了，它暂停了。这个 lift 在30米的时候，它这个时候的势能是多少？mgh。M 1500，G 10，刚才讲了，H 是30，算出来一样的，看到吗？一样的，OK。因此呢，证实了啊。C 他问阿布嘎胡崩开有什么关系啊？那个 lift 所做的 kerja 跟这个 lift 的势能有什么关系啊？那个 kerja 就是它的势能来的了。哦，最后一题他问。Berapakah kuasa lift dalam unit kilowatt? Kilo 就是3个零，你不要被他弄乱先。他问的是kuasa。如果时间是0.5分钟，你记得该怎样算吗？kuasa 我们要拿1500 kg 来的吗？是不是？多一个零吗？Newton 啊，乘距离，这个已经算了啦，上面就是450千啊，除时间，时间要用什么？要用秒啊，30秒啊，所以这样算出来，那450就除30啊，15000万，15000万，你把3个零变 k 就可以了，因为它要 kilowatt，把3个零变成小 k 啊，看到吗？通常题目问你 kilowatt 是因为它有很多个零啦，你把3个零缩成一个小 k 就可以了咯，OK。所以这个题目就是刚才所有我们讲的东西有了，还有算到全部东西哦，看到吗？有算到 kerja 啦，有算到的那个可五百也按 gravity 啦，mgh，有算到 kuasa 啦，这样哦。OK，接下来弹力势能，弹力的势能啊，
说好像这个东西 spring 也是弹力的势能哦，它这个 spring 你压缩它，它就是有一股力量存留在里面，所以它是有弹力势能的，知道吗？OK，spring 啊，啊，还有什么东西嘞？这边来 highlight 一下这个，所以 tenaga keupayaan kenyal kerja yang dilakukan untuk memampat atau meregang sesuatu bahan bahan kenyal dengan sasaran X dari kedudukan keseimbangan. 我写给你啊，这个啊，你还来写啊，或者是你刮胡写啊，来。Memampat 是挤压。Memampat 啊，是挤压。Meregang 是拉紧啊。一个是挤，一个是拉。拉塑胶带，挤那个 spring 啊，一个把汗坑尿啊，一个有弹力的东西啊，有弹力的，有弹性的啦。仍然 sasaran 哦，一名写下该我们写了啊，距离 sasaran 是距离，几多米啦？就是讲啊距离，其实这个距离用啊用米。dari kedudukan keseimbangan 它的平衡点。距离它的平衡点，平衡位置，所平衡位置就是它原本位置了。其实，它有一个原本的位置，你压它之前啊，它有一个原本的位置的啊，你拉它之前，那塑胶袋哦，它有原本的长度的，是不是？本来5 cm，你拉到它变了10 cm 嘛，这样咯。OK，所以呢，等那个口白羊羹要是二分之一 F 乘 x，这个是它 formula，你要给它记起来哟、哦、吼。F 是能量来，力量来的咯，用几多 Newton？5个 Newton，10个 Newton，你用了多少的力？乘 x 就是它的距离，用米啊，每个的单位你要很清楚啊。F 是打压，你压它或者是拉它的打压的力量。x 是 sasaran 距离，用米啊。OK，要写什么写啊？我到这边先，我看一下啊，等下，二分一，因为他讲 graph 了，啊，不要不要，我会再讲一点点，给写一下啊，有什么华语写下去啊？嗯，再写了一个东西，来，全部人注意啊，再写了一个东西啊，这个算出来的单位是 joule 大字母的那个啊，算出来是 joule。这个 F 它要用 N，你写在那边呢哈，N Newton 多少 Newton？这个 X 它用米多少米？这样写比较容易看，写上去。尤其是这个啊，这个在里面没有啊，刚才才有讲到啊，所以你写在那边。等那个用 Joule，F 你用 Newton，X 你用米，可以吗？OK，所以 Kerja 跟 Tenaga Keupayaan Kerja 是什么呢？其实 Tenaga 就是 Kerja 来的，该我们讲了。OK，Tenaga 就是 Kerja 来的啊，只是有什么要知道呢啊？好像这个它原本的那一个长度是这样，它加长了，它拉长这边哦，拉长了多少啊？比如说啊，3 cm 啊，0.03米哦，3 cm 的话啦啊。因为用米嘛，对不对？啊，那个 F 啊，就是它的力量。如果它放一个10 N，所以它的 formula 是二分之一 Fx 啊，二分之一乘 F 就是这个十咯，再乘0.03米哦，这样罢了。哦，啊，至于用 graph 的，我下一次再讲。知道吗？这个是 spring 啊，所、so, 以你可以看一看先它的这个例子啊，它怎样做穿多？诶，其实要完了啦啊，要完了啦啊，也是可以讲一下啦啊。这个说、so, 这个 spring 啊，原本它20 cm，现在和、哦、新的距离、新的长度是12 cm 是吗？新的距离是12 cm 吗、啊？它用了20 N，
所以它压缩了几多？你看这个跟这个压缩了 8cm，对不对？说不能写20，不能写12啊，你要写的是 8cm，8cm 就是0.08米咯，要变米咯，对吗？啊，所以 formula 二分之一 Fx，F 就是20 N，它放了个20 N 的力量在上面。再来，它的距离是0.08米，因为 8cm 罢了，二分之一要放下去呀、啊，二分之一，因为是 formula 里面的。OK，所以答案出来就写 Joule，我该是不是讲写 Joule？Tenaga keupayaan 更要弹力势能，算出来写 Joule。OK，到这边先势能完了啦哈，下一次我们做一做势能的练习，然后我给你指的时候，然后你再看，我们再继续看动能。啊，我们先到这边先啦，大家。拜拜，等下你去上 geography 吧。哎呀哎呀。